打喷嚏是老几？打喷嚏是老六。迷糊啊，你看就你过来，就你听着老爷说话了啊，就你过来找我，谁也不过来找我。哎，等会儿啊，我得把我的手塞上去。就小迷糊找我。哎呦我操，哎我操，他俩干起来了，完了。哎呦我操，小石头跟虎妞干起来了，小石头跟虎妞干起来了。我看谁帮谁。他俩，哎呀，虎妞行了啊，虎妞厉害了，这虎妞站起来了吗？老四都不敢欺负咖啡啊。老四都不敢欺负咖啡呀，小，啊，看来呀，老四，看来塞文是不跟虎妞一伙的啊，但我看来塞文真不跟虎妞一伙啊，差不多得了，塞文说差不多得了啊，那这虎妞毛都炸起来了啊，你看看啊，这破体格子。Seven 急完了，虎妞竟然跟小石头干起来了，然后 Seven 肯定是不跟虎妞一伙的，啊 ，Seven 肯定是不跟虎妞一伙的，嗯，啊，咱这还戴手套不？伤口还没好呢，我得拿邦迪把手粘上的，啊，嗯啊，哎呀，行了 ，Seven 你别打他了，啊，差不多得了，干啥都欺负人家。哎呀，哎呀，我是真难受，我家人们啊，我这眼睛又疼。为什么老四不跟着虎妞呢？其实我也没看懂啊，家人们啊，我也没看懂。正常的话，老四应该跟着虎妞。但是呢，家人们，我这么跟你说吧，其实真正发情是谁？真正发情的是虎妞。但是呢，家人们，老四误以为是小石榴发情了。你看，家人们，你没发现吗？老不管是老大呀，还是小迷糊啊，还是 Seven 呢，他们三个吧，只针对虎妞，
啊，因为他们三个知道腐妞发情了，啊，但是呢，我四哥装糊涂啊，我四哥一直不承认腐妞发情了，他一直误以为是小石榴，误以为是小石榴，其实人小石榴啥事都没有了，啊。你说是不是怪事儿了啊，老师啊？空调开开啊！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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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吧，嗯，老大也这样。咱们一会儿玩打地鼠啊，家人们，我准备了一个，我准备了一个打地鼠的一个项目啊，我现在呢需要找一把剪刀，我现在需要找一把剪刀啊，我还能剪刀呢，就在这儿呢，这个不是啊，不对，不是剪刀啊，小迷糊呢，小迷糊不知道，小迷糊躲起来了，家人们啊，迷糊蛋子躲起来了，我给你看看小迷糊蛋子啊，给你看小迷糊蛋子，迷糊蛋子，你又躲起来了，迷糊啊！啊！迷糊啊！躲起来，躲起来了，他不敢出来。啊！小迷糊出来玩吧，过来了，迷糊来，迷糊出不出来？迷糊啊！小狗卖完了，哎呀，我那个剪刀呢？啊，我那个剪刀跑哪去了？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这 seven 就是对，就是对腐妞啊，就是怼腐妞啊。这腐妞发情了，特殊情况，家人们。啊，腐妞发情属于特殊情况。那天我去捡，找把剪刀去。找把小刀也行啊，那天那小刀呢，水果刀，之前的水果刀呢，嗯，之前水果刀小去四米我家偷东西啊，好久不见你媳妇直播了，我媳妇啊，你等吧，你等吧，老铁，等我媳妇直播啊，你就等吧，等我媳妇直播吧，我媳妇怎么能跟我一块直播，她得多忙，我媳妇太忙了，家人们啊，我媳妇是不可能跟我一块直播的啊，我媳妇忙着照顾孩子，行了，非得给你一脚，我非得给你个大飞脚，你说你跟你老婆婆你俩干啥呀，这一天天的啊，你跟你老婆婆你俩怼过啥呀，天天怼过啥呀，采访呢，你跟你儿媳妇，这么能整，我给狗接点水喝啊，家人们，那给孩子怎么办，接点水，
次喝水就盖一地。
谁干的？谁干的？刚谁干的？我看谁干的。直接往厕所里推水，多费劲。是不是三文干的啊？是不是三文干的啊？是不是三文干的啊？我一猜就是三文干的啊！你看咱爪子都能看出来。我跟你说，每次我跟你说这个卫生间啊，我得擦他妈老多遍了。每次给他们喝水的时候干一卫生间。你看三，你看三文干啥？你看三文跟他儿媳妇在一块，真的，家人们，你就碰上这样老婆婆，你说咋整？家人们，你说吧，这老婆婆这咋的了？这整不明白，这咋的了？这老婆婆啊啊，疼不疼？别让三文欺负了，三文这是干啥呀？啊，又他妈霍霍屋子，霍霍水。然后呢，哎呦，回家之后呢，就揍他儿媳妇儿啊，什么玩意儿啊，腐牛可怜呢，把腐牛跟三爷在一块关一块了，咱们不是说我非得给他关一块，你不给他关一块，三爷是真叫唤呢，三爷这就给腐牛搓背呢，看见没啊，给腐牛搓背呢啊。你干啥？你再这么欺负他，你看我怎么打你！啊！行了！你牙都掉了！我怎么感觉三文比老四还疯狂呢？啊，三文怎么比老四还疯狂呢？怎么整的？啊！行了，三文不怼老四了，就开始怼儿媳妇了。老四不好欺负。三出来，来出来，腐牛别出来，三出来，三出来，来，哎呀，哎呦，完了吧？三出来，来出来，这腐牛笼子能随便进吗？憋着脚趾头了，三刚才憋着脚趾头了。你为了三万高兴，让腐牛遭罪。我让腐牛遭什么罪呀，家人们？那你看你这话说的，我告诉你，因为咋回事？你真以为三万在这天天打腐牛、怼腐牛呢？不是你想象那样那种情况，你懂啥呀？那老大发情的时候 ，seven 不一样怼老大吗？小石榴发情的时候 ，seven 不一样怼小石榴吗？那是本能反应，那怎么能说是打呢？那也不是打呀，你只不过你看着像是打，其实他也没打呀。那三文怼的也不是脑瓜子，你要说像怼老四那种往脑瓜上怼的话，我估计疼还差不多。那三文怼的是身体，怼的是后背，那不相当于按摩一样吗，老铁？啊？
再说这是 Seven 的本能反应。咱这不管谁发情，家人们，你们记不记得 Seven 上韩哥他们家，老姐们，他们家七七发情了，是不是也一样怼？ Seven 不针对狗，只针对症状， Seven 只是说对症下药而已。你看又要进去了，他又想进去。那斧头这么厚，说实话我打他他都不疼。你看，你看，三文着急，你看着急进去，你看，那看腐妞，你看，你看受不了了，你看，那就想找儿媳妇玩儿，你还给他放出来，你干什么玩意儿给他放出来呀？你哎呀，行了，三文，哎呀，我这手啊，操你，这邦迪三的，这邦迪三的。我的妈呀，快进去吧，我的妈呀，快进去吧，真服了你了。我进，要不就进。你这干什么玩意儿呢？我发现你非得跟人腐妞在一块儿。他要跟腐妞做按摩。不好使，家人们。不是说我惯着 Seven 傻的，家人们。Seven 是跟腐妞他。就是腐妞发情了，人家腐妞发情了，这怎么的？三，哎呀，行了，给你忙活够呛。这老师的错哪存跟你学的？狗的鼻子比身体脆弱多了，三文鼻子怼不疼，腐妞应该不疼，他肯定不疼，家人们。三文用鼻子怼，腐妞用后背来接，那肯定是鼻子嘴疼啊，牙花疼啊，牙都怼掉了，没看着吗？你看，你再怼，看我怎么揍你啊！啊，你看怎么削你啊！啊，你看。你看我这牙都怼掉了，看着家们，你们咋看着了？看着家们，你们咋看着了？是不是牙都怼掉了？还怼呢？那腐妞是一点对他老婆一点都不气，腐妞也喜欢上他怼两下子，真是跟挠痒痒似的，家人们，特别舒服啊！因为我被 Seven 怼过，我知道咋回事，我被 Seven 怼过啊，家人们，所以我知道咋回事，我更具有发言权啊。Seven 上火了，有点，家人们，有点。好了，来，咱们今天玩什么游戏？玩那个打地鼠的游戏啊，家人们啊。东西拿过来了吗？东西拿过来了吗？剪子、火腿肠，啊、嗯，来，那今天从小迷糊开始，啊、嗯，咱们今天从小迷糊开始，迷糊来，迷糊出来，啊、嗯，三文忙着呢，来，小迷糊做好了，小迷糊做好了啊，老爷教你玩怎么，咱们今天啊，玩游戏啊，迷糊。看不懂狗狗，哎呀，狗狗之间岂能是一般人能看懂的，家吗？我都看不懂，我养这么多年狗了，我都看不懂。啊，看今天整几个地方啊？别整四个地方，别整太多了，我真不起。云，你看哪一个？啊？我整了四个帮子。
这站不住啊，这邦迪他也站不住啊，你们那个，给包子拿过来，包子别整包子，包子包都快应激了，孩子啊，别撒包子了，都快没应激了。四个窟窿啊，小明白啊，准备好了，问明花，一、二。就不能直播之前录吗？直播之前我都不知道玩啥呀，啊，啊，明准备好，明坐下来，来，明坐下来，这快，这玩意儿快，家伙们，来，明花，走。今天小牛的反应速度啊，小明你配配个，哎呀，今天小牛都带劲，你配个老爷吧，明花来坐好了，啊，哎，就三个啊，小明花啊，咱玩个简单的啊，这个玩的比较简单了，明花，啊。感觉迷糊不高兴啊，你说怎么是高兴家吗？狗狗它没有家们，你说狗狗能表现出来高兴或者不高兴，你们怎么感觉出来的？家们，我就说你们怎么才能感觉出来狗狗是高兴或者不高兴呢？家们，我想咱在座直播间的每个宝宝们，你们是怎么评判的呢？是因为小迷糊板个脸吗？家们是吗？迷糊板个脸啊，你觉得狗狗是伸舌头是高兴吗？家人们啊，狗伸舌头是高兴吗？不一定啊，家人们啊，伸舌头可能是因为热，它在散热的时候它才会伸舌头啊。小狗它高兴的时候它张着嘴，错啊，我告诉你不是啊，张嘴是因为它热，知道吧，它需要散热啊，跟高不高兴一毛钱关系没有啊。感谢我姐，哎呀妈呀，感谢我姐啊，我姐又来了，再给我姐点点关注啊。这你看小迷糊高不高兴啊，家人们，我是发现了家人们啊，包子喜欢迷糊，咱包子喜欢迷糊，感谢我姐啊，感谢我姐夫，再给我姐点点关注，一号麦，家人们，给我姐点点关注啊！放好了刀子，来，放好了啊！家人们，你们有没有发现呢？每次小迷糊出现的时候，包子他必出现，是不是家人们？包子想吃火腿肠，你也想吃啊，包子啊，你也想吃，我得尝个包子，你也想吃啊，那俩给你掰一个啊，行了啊，好包，哎呀好包啊，哎呀，包子喜欢吃，我得尝啊。小明媳妇儿不是荔枝都切了吗？荔枝可以切，但是呢名分还在，明白吗？啊，名分还在啊，欢迎大家伙走进我们家直播间，老铁们啊，还没
哎呀，包子想包子，那你来行不行？你今天来个打底鼠来，包子来，你坐好，跟明珠蛋你俩坐好了，哎，跟明珠蛋坐好了啊，明珠来，明珠你快点来，速度快点，我感觉像没有猫蛋子快呢。迷糊，你看你，哎呀，哎呀，我的妈呀，你看这个猫啊，猫蛋子，给。咱给一号们啊，感谢我姐，感谢我姐夫，感谢我姐，感谢我姐夫。小明你快点，迷糊，小明快点确认你的速度啊，来，预备，开始，一，迷糊，看，迷糊，真的，这小迷糊，你看你真的，你都没有猫，你都没有猫蛋子快，这儿。真的迷糊，真的你还不如个猫，真的，我给你讲一下吃，尝尝甜豆行不行？让你尝尝甜豆好不好吃？这个猫蛋子跟迷糊关系真好，家人们啊，猫都不喜欢狗，但是呢，家人们谁出来都不行，家人们啊，但是小迷糊出来，啊，包子，包子。包子，你上这儿来，包子，来。明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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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你坐着，明叔，对，好，好了啊，包子来，包子看，明叔，包子你展示一个，看，看，明叔，哎呦，我去，包子。我竟然抢不过他，迷糊你看着啊，迷糊来，包子来，你快点，迷糊，你快点，迷糊咋的家伙？他一次抢不上，不想抢第二次了。啊？他一次都抢不上，不想抢第二次了。老四啊，你看老四家伙。都是塞了。这迷糊，这老四，哎，老四好像闻着粉牛的味儿了。迷糊今天晚上有点犹豫，迷糊你咋的了？迷糊你不高兴啊？迷糊，来，来，哎，这儿呢，迷糊，你看就抢一把，你配合你老爷一把，快来，迷糊抢第二把，快，迷糊。来，你过来配合这一把，你过来，你配合一把，你这个明白，来，你算过来，你咋的了，迷糊今天，来，明白，你看你快点的呗，迷糊，你咋的了？你不带算的，来，迷糊。你想不想吃？我再给你看，就这么坏，你这么一样吗？咱俩这么玩游戏不都一样的吗？迷糊，迷糊宝贝，今天怎么了？我也不知道。迷糊，这是不是你喜欢吃的火腿肠？迷糊，老爷问你，这是不是你喜欢吃的火腿肠？是不是喜欢吃牛肉味的？啊，对，你这么抢不也一样吗？你看还不抢？你看我这么给他吃。哎，家人们，我这么方便你都不要，你在这抢，明白？你看，你看，过来，还掉着呢，你都不吃？哎，好，这样，你用抢一把，哎呦我的妈，你咋这么梗呢？明白，这不老爱跟你玩游戏呢吗？快来，明白？你看你这孩子这么犟啊你。明糊说："真的，他都不想跟我玩。"明糊，问你，行了。
小明，这是不是喜欢吃的会？来，给你拿，哎，是不是小明花？啊，包子呢？包子，包子过来，包子，包子过来，包子，这是干啥呀？这啊？感谢我姐。今天火腿肠给小明们吃个够，我家嘛啊，感谢感谢我姐，大主播还不如迷糊的礼物多，那你这话说没毛病，真的家们啊，你俺这迷糊媳妇对小明物好啊，家们，大家伙家们，咱给一号麦这个小明物媳妇点点关注呗，行不家们，咱给小明物媳妇点点关注啊。小明媳妇这么厉害，现在小明可喜欢吃火腿肠了。家们，咱这火腿肠，你们有需要的话，你们可以拍那火腿肠啊，15.8块一包，含肉量60%，含肉量60%，买三包赠送一包啊，买三包赠送一包啊，家们，小美女真给力，家们，人是大美女，不是小美女，人是大美女，啊，你起来起来，不给你吃包子，不给你吃。啊啊，这个火腿肠猫狗都能吃啊，是猫狗都能吃吗？我看看啊，猫咪狗都能吃，啊，猫狗都愿意吃，香，含肉量高，是不是米花？啊，哎呀，好了，米花你也吃够了吧？你就陪老爷玩一把，行不行？米花啊，你看你都不如包子，你都不如包子灵性。对小明，对，一定要紧张起来。哎，明儿来玩，你看就玩一把就不玩了。小明，你这啥性格？这儿呢，明儿，这儿。其实小明是聪明，知道家们啊。其实小明那是聪明。这儿呢。哎，小明这个聪明吧，有点那啥，家们知道吗？他不该这么聪明，他知道我在逗他呢。谁不聪明家们啊，腐妞不行，不聪明，你看着吧，小明知道我在逗他，所以他不跟我玩，他知道结局啥样，他知道咱这是就是以逗他为乐，知道吧，啊，来明儿，来明儿，你看你真的小明，你的性格真的整不了你，你我都吃饱了明儿。你可别赖这儿了，一会儿小牛大的急眼了咬你啊！包子，一会儿牛大的急眼了咬你。这家伙，这包子是真不怕牛啊！啊，来，包子来，一，牛二，一，二，三。其实我跟你说啊，家人们，小明是怕包子，知道吧？啊，包子挺倔呀。小明啊，我让你看一眼什么叫真正的打地鼠玩儿，小明行不行？你要亲老一口啊，来，你过来，这样，嗯。啊，我让你真正玩一把啊，我让塞文出来啊，家人们，让小明在旁边看，行不行吗？不饿吧？米窝是怕包子，对，米窝怕包子啊！你看啥家伙？你就是抢这个火腿肠，你就知道了啊！你这叫削火腿肠，我在这放着啊，包子在这儿，你看包在这儿啊，米窝不抢。哎，你看小米窝，哎，你看，这包子真尖，这包子真尖，行是吧？米窝坐这儿，米窝来，你过来，来，你坐这儿。你看着啊，家人们啊，小明其实可厉害了。Seven 来了，来，你过来，吃饭。小明坐这儿，来，快，你坐这儿，坐这儿。小明坐这儿，坐。啊，你坐这儿，坐好了，明哥啊。坐好了，明哥啊。来，小明啊，你坐这儿，小明啊。Seven 出来，小明啊。
小明坐这儿，小明你坐这儿。小明坐这儿，小明坐这儿来，小明坐这儿来，坐，你过来坐好了。三，你坐着，坐好了，坐，握手，好。三万，你教教迷糊怎么玩的这个游戏啊？三万，行不行？啊？你别，坐好了，三，你坐下，坐好了。你跟小迷糊，你教他怎么玩？坐下，三，坐好了，坐好了，不许动。看不着你了，三万。小迷糊，看好了啊。你看！哎呀，小明，你干啥？你不玩一天不让奶奶玩啊？咱坐这儿来，坐这儿，三万，坐下。你看着啊，牙和小明可尖了，牙小明可尖了啊！三万，你看你干啥呀？三没事，你别怕他。咱坐这儿，坐这儿。不坐他了啊！你看，来，你看你这个吓的，这个吓人，等他来，啊，来，你看小明花，丫们，你看小明花，啊，小明花，你看你不能护啊，我离小明远点，咱这又离小明远点啊，来，咱坐这儿，来，咱坐好了，你看人家小明让，我就让小明在旁边看着啊，小明，你看看奶奶怎么玩的啊。赛文不怕小迷糊，赛文不怕迷糊，今天这是怎么了？赛文其实怕迷糊，你可错了，家人啊！哎，这怎么整的？小明，看着小明，小明，你注意听讲。小明，你好好看。我操！你看什么，小明？你看明白了吗？你会不会玩明画？你真会，你真会玩。三叔坐好了，坐好了啊！小明，你看好了啊！看，三叔其实咬着了，三叔其实咬着了，家人。小明，看好，留下一、二。哎我操！三叔反应太快了啊！我都没反应过来啊！你看。明白了，明白了，一、二，
小明花，好，你这三个都已经被三个吃了这么一点了，其实三个反应挺快，家们都已经被三个吃了这么一点了。你看，啊，不好在这看热闹了，家们。好了，三个来，小明，最后你会了吗？明花，这个你会了吗？啊，看明花的啊，看明花的，来。这包子先，咱坐好了，坐下，咱坐下，坐好了。包子他妈胆儿是真大了啊！咱包子现在胆是真大了哈，包子哈，哎呦，咱坐下，啊，你看看这小明花，你看看，我让跟小明干一样，咱坐了，咱坐坐坐坐坐，咱坐下，咱坐下，来坐坐坐，啊，等我啊，咱坐坐坐坐坐，来来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好了，等啊，好，小明花，一二三，你一说小明都不敢抢，三，一三，这好像或者放着不带吃的啊，是吧？你看小明呲牙了吗？家人们，你看小明呲牙了吗？啊？哎呀，我他妈帮鼻子呢！你看他帮鼻子，帮鼻子干啥？帮鼻子干事儿呢！我操！啊？没有可鲜了，那小明刚才呲牙了吧？家人们，咱这火腿肠啊，想买火腿狗狗吃的火腿肠啊，15块8毛钱一包，买三包赠送一包，家人们啊，鸡肉和牛肉两种口味，含肉量60%啊。你看，家人们啊，我怎么让他让米味抢呢？不能吃啊，米花，不能吃，不能吃，不能抢，我拿走了啊，米花，拿走了。三文，这你都干啥呀？三文，你说明花，其实我跟你说，家们，咱家此时出来，咱家这帮小狗不怕明花。小明坐里，小明来，过来，小明坐里头。啊，来，坐好了，坐好了，坐好了，来，石头过来，小石头坐好了，你俩一块抢，你俩一块抢，看一下谁厉害啊，小明啊。啊！我看你跟妈妈你俩谁厉害，行不行？石头过来，石头来。跟妈妈一块抢。石头过来，我看你干啥。你就给石头下来，那不妈妈吗？明花，三花。你是真吃不够啊你啊，包子，石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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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坐了啊，好，石头来，石头来，
你咋一坐谁也不敢抢，别你回家吧，你快回家吧，快回家吧，你快回家吧，你啊，快走吧，快走吧，走吧，走吧，你晚上你坐谁也不敢玩儿，你不快回家吧，别忘回家，快回家，你快来。包子越来越好玩了，是不是，山妈？啊，不要这样，一狗一狗的名义在这里挣流量。什么？这样一狗一狗的名义在这里挣流量？你也可以，哥，你也可以，你也去啊，你也可以那个，一狗一狗的，啊，你也可以买一只狗，啊，哥还是姐呀，你也去买一只狗，啊。来，小亮，来，你出来，你出来，问哪？哎呀，我的妈，三可别叫唤了，我的妈，真服了。完了，邦迪都他妈掉了，邦迪呀，这是什么破邦迪呀？谁家的邦迪呀？啊，这山上就掉什么玩意儿？啊！来，明儿早回去。谢谢你，谢谢你，谢谢，我谢谢。小迷糊，我来跟你说，你在这坐着谁也不敢玩儿。这不，你脾气太差了，太差劲了，迷糊。你最近脾气不好。啊，迷糊，快回去，快回去，迷糊。那回去，回去，迷糊。小道，包都跑了，你看，你要回去，回去，快快回去吧，一会儿快回去，一会儿快回去，今天就走。
对，哎呀，真像样。哎呀，哎呀，牛你来呀，牛啊，你怎么贴墙了呢，牛啊？哎呀，这牛啊，让牛回去吧。是啊，这样有意思吗？某些人还幸灾乐祸。什么玩意儿？这说的什么东西呢？我看看，我还说啥呢？啊？我还说啥呢？那人小迷糊不回去，家我都说多少遍了，人小迷糊不回去。我是不是说让小迷糊回去了，家母？我说没说让小迷糊回去？我发现你们怎么这样式的呢？这自己家铁粉，家母，铁的不能再铁的人，家母，啊，铁的不能再铁的人了，家母，啊。老四来，老四过来，老四来。牛回来，牛回来，快回来吧，快回来吧，快回来吧！啊，你看，这回吃到了，家子，老四过来，老四来，老四来，过来，老四，坐这儿。小迷糊真是有点害怕了，家子啊，真有点害怕了。老四一出来了，老四出来之前，家子，老四出来之前怎么让迷糊回去？迷糊都不回去，是不是家子？啊？是不是？这老四出来之后，迷糊立马就回去了。刚才我都说了，小迷糊，你不行，你回去。我说，如果让你爹出来，然后小迷糊刚才出差点要咬我，他给我急眼了。小迷糊是不是？老四回来，老四。什么都不能做，这做等着算了。对不对，家人们？你说啥也不能干，那你要这么一说，啥也不能干，是不是？那迷糊脾气也不好，老四脾气也不好，那啥也不能干了，瞅着吧。这老四跟小迷糊在，他俩父子俩，又不是说，家人们。又不是说他们俩是玩什么玩具啥的，然后故意让他俩打仗，是不是，家们？咱就说让他俩坐一块儿，咱也没干别的。老四也知道咋回事，小迷糊也知道咋回事，人小迷糊本身他也不抢。那你的意思是，家们，以后老四和小迷糊就是打老死不相往来，是不是，家们？啊？就老四有老四的地方，就不能有迷糊，是不是？老四和迷糊就不能同时出现，这是我跟你说，我现在已经很控制了，家人们。这老四和小迷糊一出现嘛，家人们，我脑海里我就已经浮现出来很多骂我的画面了，知道家人们？但是即便你们骂我，你们说我也得让他们俩在一块玩儿，哪有家人们？那狗狗之间打仗打闹的不正常吗，家人们？更何况他们俩是父子，那怎么能说不让他俩在一块玩呢，见面呢？啊？你要是咱直播，你说还有啥意义吧，家人们？啊，咱家是唯一人气高的，一个是Simon，一个是老四，一个小迷糊，是不是？那咱瞅，家人们，那你们愿意看这种直播行吗？家人们，今天该轮到谁了？该轮到老四了。好了。
这么拍老四拍20分钟啊，下一位是迷糊，啊，唠嗑，咱唠嗑吧。哎呀，你那要以后咱就吃饭，是不是？唠嗑带一只狗，今天老四出来，明天迷糊出来，后天三文出来，大后天腐妞。你看你还不愿意了你还不愿意了，你看老四都不愿意了，老四不玩游戏能行吗？我跟你说，家人们，老四和小迷糊他俩打仗是为了啥？是为了女人。我告诉你，家人们，老四和小迷糊他俩打仗是为了异性。每次打架都是因为家里有狗发情，知道吧？小迷糊在旁边鼓鼓秋秋的，老四不愿意了，所以才干起来的。都是因为异性。并不是像你们想象的在一块坐在一块就能打仗，坐在一块怎么就能打仗呢？那 Seven 也怕小迷糊，石榴也怕小迷糊，包括老大都怕小迷糊，家人们，腐妞也怕小迷糊，谁不怕小迷糊，家人们？那小迷糊唯一就怕他爹，小迷糊谁也不，天不怕地不怕，唯一怕他爹。你像原先似的，家人们，那三王爹做啥都不对。我给小迷糊做绝育吧，其实我就是为了保护迷糊，我为了啊，因为小迷糊小，知道不，家人们？小迷糊小，我为了保护迷糊，把迷糊给做绝育了。我跟你说，这说话说回来，我也后悔，家人们，知道吧？我也不想给迷糊做绝育，不是为了保护迷糊，我给他做绝育干什么玩意儿？他俩不总是干仗吗？只怕老爸，对呀，家人们，我也怕我爸，家人们，我爸也怕我爷爷。那，那小牛蛋呢？打出生那天开始就怕老四，那没办法啊，这是没办法，这兄弟没办法。哎呀，老爷你可管管公平嘛！我咋管公平？我管不了公平，家人们，我真管不了公平。你说整的狗都对立的，那咱以后再也不玩游戏了，家人们，玩游戏就竞争，那玩游戏就竞争，你不用寻思了，家人们。对不对？都是为了咱玩的所有的游戏都是啥，家人们，都是为了抢东西的游戏，是不是？那都是为了竞争，那肯定干仗。小迷糊眼睛还没有过去。哎，那你说吧，家人们，那你说不让小迷糊出来还是不让老四出来？人家哎，人家想看老四的，为啥不让老四出来呀？人家想看小迷糊的，为啥不让小迷糊出来呀？家人们，我只能说咱两方面粉丝都有，家人们，我就是这么跟你说啊，有小迷糊家粉丝，有老四家粉丝啊，都是咱家铁粉，都想看，不是想看老四就想看小迷糊，对不，家人们？那三兄弟只能说我折一个钟，对，家人们，我是不是我只能折个钟，我只能让他俩都出来，对不对？那你说我咋办，家人们，我咋办呢？你说让我咋办？你们替我想一想，三兄弟应该怎么办，对不对？啊，看完小迷糊了，老爷想看看老四呗，是不是？再一个，人小迷糊媳妇来了，人估计人特意过来看，想看小迷糊的，对不对？人家刷了这么多礼物，让我让人小迷糊进去，是不是，家人们？人家一号麦，我小迷糊媳妇给小迷糊刷了这么多礼物啊！好，姐，感谢姐送完礼物，然后紧接给小迷糊关起来了，那也不是那么回事啊！人家特意来直播间看小迷糊的，家人们，你没发现吗？家人们，我就今天。
我不管谁做游戏，旁边就坐个小迷糊，你别管小迷糊玩不玩，你让小迷糊坐着就行。我只能取个钟了，家们啊！每条的狗都喜欢。直播间是你的，又不是他们说的。三位还叫唤，三位还叫唤，家人们。然后呢，俺家姑娘还在旁边睡觉，就隔壁屋，家人们，就隔壁屋，就跟三位住的，就跟三位一样的位置，家人们。你说我吧，哎呀，那迷糊迷糊。又来摸鼻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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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小迷糊。我跟你说，家人们，其实小牛跟老四都好长时间不在一块打仗了，他俩几乎不在一块打仗了，知道吗？他就是因为家里有狗发情的事儿。哎，家人们，你说的吧，你们说公平吵吵起来了，那我跟人向着谁说话呢？啊，家人们，那公平有吵吵起来的，那三兄弟那向着我，那我就不回答呗。不说呗，我就是看着我也不理会呗。我看着我看着了，我肯定会表达我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看法啊，对不对？那小迷糊进去了，你觉得这样直播有意思吗？家人们，你这样看着也没啥意思。小迷糊，你怪可怜的，可怜巴巴往我笼子一趴。你咋不玩游戏了？玩不了了？你看狗狗都往这一往地上一趴。都放出来玩开心，那都放出来，我跟你说，就乱七八糟的时候才容易挨咬呢，知道家吗？就是乱七八糟的时候，乱起哄的时候，谁都出来了，那个时候才容易挨咬呢，明白家吗？小迷糊不就是那么挨咬的吗？但是单独把他俩放出来，不可能挨咬，明白家吗？啊，只有这一块混沌的时候才容易发生战争，乱七八糟的时候才容易发生战争。你玩你的，我玩你我的，随心所欲的时候才容易发生战争，知道吗？家人们，反倒是我这种，家人们，我把他们单独往那一坐，是不是？家人们，哎，我在旁边当一个裁判，当一个第三者，当一个旁观者，家人们，啊，这种才不容易发生战争，因为他们知道我在旁边坐着呢。感谢我姐啊，感谢小白姐，感谢我爱三文老四啊，感谢姐，感谢家们啊，感谢俺家三文家腐妞，欢迎小白姐啊，欢迎二迷糊家，二迷糊干妈啊，二迷糊干妈也是小迷糊干妈了，家们，说实在的
啊，因为小迷糊，因为小迷糊啊和二迷糊，他俩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妹，家人们啊，感谢我姐啊，姐，我也不是说你，我也不是说你，我没有说你意思，知道吧？我就是说呢，怎么的？他俩在一块儿吧，我在旁边家，我不可能让他俩打仗，我不可能让他俩打闹。我坐在旁边的时候是没事的，我什么样是容易打仗架？我不在旁边坐着，镇不住他的时候，老四才容易伤害到小迷糊。上次就是因为咋的家们，小迷糊吧总是在旁边吧鼓鼓秋秋的，然后呢可能碰到老四或者撞到老四了，他才咬的。感谢我静文姐送的飞机啊！静文姐，哎呀，我跟你说，我有的时候我不愿看公屏，家人们，我不爱看公屏，我自己看公屏嘛，家人们，就谁都是为了咱家狗好，你说谁也不是为了咱家狗好，说小迷糊的，家人们啊，说让老四回去的，说不让他们在一块玩的，都是为因为狗好，说让他们在一块玩的吧，也是为了咱直播间好。说家人们啊，也是家人们，我就不相信了，我感觉咱直播间因为每一位好朋友们都想看着狗狗和狗狗他们之间做互动，对不对？不想让他们在这往这一趴啥也不干，你说啥也不干也没啥意思，对不对家人们？你们说对不对啊？那你还得是在一块坐着玩游戏，还得是在一块坐在一块打打闹闹的开开心心其乐融融的好玩，对不对？但咱目的不是说因为好玩，咱的目的是因为咋家呢？有个过程，玩游戏这么一个过程，对不对？那有人说家们是不是？哎，你天天直播间让他们对立，是不是？啊，狗狗之间都产生仇恨了。咱们说，咱们玩每一个游戏，那都是为了让他们产生仇恨。你要那么说的话，那都是，包括吃饭也是，家们。是不是吃饭你吃我的我吃你的，你吃我的不行我吃你的不行，你也是为了产生，那是也是产生仇恨。那玩游戏俩狗在一块抢零食，对不对？谁吃了谁没吃着都互相都那个啊，都恨对方，是不是？家们在一块抢零食，我抢着了，哎我高兴了，我没抢着，哎我恨你，对不对？下回我咬你，那都是为了都那没法玩游戏了。不能，不行，不能产生仇恨。那不能产生仇恨，就是不玩游戏，就是自己玩自己的，都关笼子里边。然后呢，我准备六个摄像头，家人们，准备六个摄像头。然后以后直播呢，家人们就分六个框框，想看谁呢，进谁头像里边，那种。只有我只看不说，对每只狗都很好。其实我在我夹在中间也挺难的，家人们，我不玩游戏吧，家人们，直播间没人，我不玩游戏，家人们，我也不说话，我不玩游戏，光唠嗑的话，那直播间两三百人，老铁们，两三百人，然后呢，一进来一些别的人，哎呀，三兄弟，你直播间都两三百人了，你真拉了你，啊，拜拜啊，取关了，再见，来不及握手，直播间越来越没意思了。你要玩游戏吧，然后事儿还挺多的，我也闹挺。那小迷糊都不愿意听了，迷糊你说啥？迷糊啊？你怎么了？迷糊？把老四做绝育，家们，那你们家们你们这么说吧，对不对？那有好多朋友要带老四的节奏，说啊，小迷糊跟老四打仗，
小明跟老师打仗，那都是因为咋的？都是因为老师没做绝育。这样我给老师做绝育能解决问题吗？哪天我整个投票，家人们啊，我看有多少人同意给老师做绝育？你信不信？也就40%，一半能同意老师做绝育。他不可能说，啊，就小明家的粉丝，我估计都不可能说给老师做绝育能解决这个事儿。但有人说三兄弟，你就不能公平一点？你就不能公平一点啊？你给小明当时做绝育的时候，为什么不给老四做绝育？这是小明家粉丝说的。那我要给小明老四做绝育了，做完绝育之后，肯定有人说我三兄弟你是真他妈狠呢、啊！你老四这么大了啊，这么大了你还给他做绝育？你要小时候做绝育就做绝育了吧，这么大你还给他做绝育，我真他妈瞧不起你。肯定有这么说的家，你信不信？啊，这老四家粉丝这么说，你信不信家吗？老四都这么大，你还给他做绝育？就直播间嘛，家们，咱家狗也多，事儿也多，那叫什么家们？那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对家们，小迷糊他们家粉丝也有本难念的经，老四他们家粉丝也有本难念的经，老大粉丝也有难念的经，家们，家家都有一本。啊、哦！但是呢，我作为一个主播呢，我就在中间调节，对家吗？就在中间调节，没办法啊。那这不，咱不能说撂挑子不管了，不能那么办吧？是不能那么办。老四做了绝育，估计没人想再看了。你看对不对家吗？所以我在夹中间，我挺难。之前嘛，家们，我想给老大做绝育，因为吧，老大上次跟老四他俩发生了一场意外之后吧，我想给老大做绝育，但是咱直播间有很多反对的，知道家们啊，说老大这么大岁数，不要给他做绝育了，有很多人反对。其实吧，我这个人比较愿意听从粉丝的意见，但是呢，家们意见太多了，我脑瓜子也乱，能不能理解三位爹家们？能不能理解我？我说实话啊，我也挺累的，家人们，知道吧？啊，每个人，我为啥不看公屏，家人们？我一看公屏吧，那乱七八糟事儿都来了。啊，我要不看公屏，我自己播我自己还挺好。啊，家人们，我要不看吧，又有好多人说三兄弟真不尊重人，跟你说话说半天你不搭理我。唉，我支持正能量。也有很多人，老铁也有很多，咱直播有很多粉丝，就是啊，他谁家粉丝都是，但是呢从来不带节奏啊，我就是三个字，正能量，完了。老四咬迷糊 A 回了，为啥迷糊总买单呢？哎呀，家人们，这个问题吧，这个问题你说吧，家人们，为什么老四这么多回了，为什么就迷糊买单呢？家人们，啊，我也不知道为啥，家人们，我只能归结到，家人们，我只能把这个原因吧，家人们，我推到一句话上，家人们，就是一山不容二虎，啊，有人说三兄弟，你把所有的责任你都推到这句古话上了，啊，你把你的责任卸得一干二净，你不负责任。肯定有人这么说的，家人们，对不对？但是我除了这句话我能解释他们之间这个问题的话，我还能用哪句话去解释呢，家人们？啊，对不，家人们，我还能用什么哪句话去解释呢？解释不了，解释不通，为什么每次都迷糊买单呢？那小迷糊小的时候，我也承认，老铁们，小迷糊小的时候，那基本是每天他脑瓜子身上总会有点伤口。我那个时候我真是没有办法给小迷糊做绝育了。
你们干的哈事儿还怕人说呀？你们天天黑迷糊的时候呢？老四干的坏事，家们啊，老四干的坏事，我跟你说，我也知道老四吧，那脾气不好。但是呢，家们，我总想吧，那父子之间嘛，没有过不去的坎儿。那爸是不是小迷糊和他爹之间，家们，那总得在一块玩啊，总得在一块玩啊。你不能说以后断绝父子关系了，你走你的独木桥，我走我的，是不是？老四干的坏事儿，罄竹难书啊！啊！喜欢老四，喜欢迷糊。哎呀，我真希望迷糊，我真希望你跟你父亲，你们俩以后别再打架了。老四，你跟你儿子也别打架了。我跟你说，那天的小迷糊给老四，给小迷，老四给小迷糊一口。那天我那天我给了老四一脚，你们可能没看着，你我也不能让你们看着，知道吧？你们总是说，哎呀，小老四给小迷糊一脚了，你也不舍得打他，你怎么知道我没打他呢？家人们，咱直播间肯定有人，有好多朋友说，哎呀，你老四咬小迷糊，你也不知道揍他。家人们，我跟你说，我揍他了，我让你们看不见，我让你们看见的话，家人们。你们又该喷我了，又该说我了，至于吗？又该说我至于吗？我没招啊！我说我揍他了吧，你们不相信；我说我没揍他吧，你们还挺来气啊！老四咬小迷糊，你也不揍他。我当时我就是一个窝心脚，家人们，给老四直接给踹笼子里头去了，也就那么一下，他能长记性，知道吧？你后来你如果你后期家人们再去就是说就是说找老四这个原因的话，老四肯定不承认的，家人们，他早就忘了。我听了都难受，是不是家人们？我当时我踢完之后我也难受。感谢这个感谢零九啊，感谢零九送的跑车啊，谢谢啊。BVB 感谢 BVB 零九啊，谢谢啊，感谢大哥送了大跑车。这么多人，一人100下点心，粉丝凝聚力。嗯，怎么突然之间就起来了呢？这怎么事儿？其实吧，家人们啊，就是吧，你们有一时候吧，这一带节奏吧，容易让我产生什么心理呢？就是我一就小迷糊和老四，我就不敢让他们俩在一块儿。我都不敢让他俩同框，不敢让他俩出来，知道吧？我都怕了，我都怕你们在直播间带节奏，我都难受，真的。我也不希望直播间总拿这玩意儿说事儿，我不希望总拿这玩意儿说事儿，老铁们。
迪特用稀释吗？迪特肯定得稀释，用1:100的比例稀释，家人们啊。他俩单独在一块的时候真不打仗，老铁们，真不打仗，多少回了也不打仗。啊，就是乱七八糟的时候才容易干仗。哎，行了。咱明天吧，家人们也不玩游戏了。老四进来，老四，你给关进来吧。擦地得稀释，家人们。擦地的稀释，没见过米红哪里受伤呢？小明现在没有伤。欢迎我亲姐啊，欢迎我妥哥，欢迎我亲姐，给我亲姐点点关注啊，家人们，给小迷糊的爷爷啊，家人们，小迷糊爷爷你们给点点关注，八号麦啊，家人们，我亲姐他们家正在给狗狗打造一个宠物乐园，正在给狗狗打造一个宠物乐园，你们可以关注一下子，看看他们家的宠物乐园进展如何啊，家人们，还播着呢，没吃饭呢。八号家们，他家宠物乐园现在已经开工了，八号麦啊，你们可以持续关注啊。哎呀，这种情况的时候吧，都没心情，家们。这家里有一只母狗发情吧，其他的狗都没心情。家里有一只母狗发情，其他的狗都没心情干别的。小迷糊蛋子吧，也是一个，家人们，也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一个，曾经吧，家人们，也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一个九尺男儿啊，也是一个男子汉呢，家人们，小迷糊啊，他到现在没忘啊，老铁们，小迷糊到现在没忘啊，八尺大汉呢，家人们，九尺还是八尺？小迷糊蛋应该是八尺，他爹属于九尺。小迷糊那天吧，也是这种表现，他俩才发生意外的，家人们，啊。小牛蛋着急呀，老铁们着急呀，哎呀，他喜欢腐妞白忙活，那塞翁不也白忙活吗？小迷糊是一尺小汉，一时小汗，哎呀，小迷糊现在此时此刻最高兴的一件事就跟腐妞蛋子，就是跟腐妞啊，家人们啊，你说咱家这帮狗蛋子也真服了，真服了，Seven也这样式的，
你给小明惊讶完了。小明说：“哎呀，我他妈我奶怎么没这样式儿呢？不行，我来。”操你哥！真说服了，我是真服了，高兴就行啊，家们，狗蛋子高兴就行，别管他干啥。你说对不对，家们？你说对不对？对的话，你们打个对，啊？行不行？别管他们干啥了，高兴就行啊，家们，啊？得让小明也高兴高兴，家伙，小明也高兴高兴啊！把斧头关起来吧，你关起来不行，关起来是吧？三位还踹他，是吧？那三位连蹬带踢，连蹬带踢呀！啊，三叔给我站起来！啊，连蹬带踢呀！哎呀，家们啊，我跟你说。家们，我欠小迷糊的，我欠他啥？我欠他一个媳妇儿。家们，我欠他一个媳妇儿，你要给小迷糊整的，家们，小迷糊都崩溃了，家们啊，你要疯了，那狗蛋子疯了啊！但是呢，家们，小迷糊蛋子找了个好媳妇儿，家们，小迷糊蛋找了个好媳妇儿啊！一号妹，家们，一号妹，你们可以给小迷糊的媳妇点点关注，是咱们家的三级至尊守护了，铁们。啊，一号麦小迷糊媳妇儿，大家给点点关注啊，好不好，家人们？啊，小迷糊放飞自我了，啊，有个至尊媳妇儿，小迷糊，迷糊。哎，斧牛成香饽饽了，老大就老大正常，就老大和小舌头正常，啊！这哪有心思吃饭呢？明天给他们买牛肉，家人们啊！明天我给他们买十斤牛肉。不行啊，家人们，一顿狗一顿吃十斤牛肉能吃了吗？哎，十斤牛肉煮完之后剩六斤，是吧？十斤牛肉煮完剩六斤，啊，那咱明天给他们买十斤牛肉吧，行吧？明天一人吃一斤，啊，补充补充体力，补充补充体力，啊。老大女的，三位也是啊，小迷糊也是啊。牛肉这次切小块，对，明天咱们给他吃牛肉的话，让他们做成一排，然后咱们明天给他们切小块吃，小家们啊，都切小块吃。这大半夜的太搞笑了，哎呀我的妈呀，这小牛和三文真能嘚瑟，他俩是真能嘚瑟呀，啊！明天我在越南，姐你上越南去了，姐。姐，你是倒腾翡翠的吗？啊，越南玉石是不是做玉石买卖的？啊，我感觉做玉石的啊，去旅游。去旅游玩啊，做玉石的应该是挺厉害啊。缅甸呢，翡翠是缅甸呀，啊，翡翠是缅甸呀。哎，翡翠，老爷猜错了。越南乳胶忍，我就记得好像是那头的，
越南和缅甸是不是挨着啊？在越南人可以看直播。我就是说你对小迷糊情有独钟，才知道你把人家嘎了。我本身就是为了保护小迷糊，我才给他嘎的家。我要不给他嘎的话，小迷糊大得天天挨欺负。家人们，你们信不信？家人们，你们信不信？我要不给小迷糊大的嘎了的话，小迷糊大的肯定是天天挨欺负。啊！中国过了河就是缅甸。笑眯眯的走来走去好几次了，老大，老大呢？啊，老大一上就来啊！老大一上就来啊！老大，一三分就来啊！坐好了，老大坐好了啊！你看家们，一到夏天的时候，老大下巴壳又开始黑了，看着不？老大喜欢喝水，他喜欢流哈喇子啊！老大喜欢喝水，一到夏天的时候，嘴巴下面就黑，一到冬天的时候就好。啊，老大是时时刻刻，啊，每时每刻都这么开心。反正我是相信你对狗蛋子们的爱。为啥挨欺负？不嘎为啥挨欺负？因为咋的家们？因为咱家有两条公狗。家们，一个是老四，一个是小迷糊。老四长得壮，小迷糊打不过他。小迷糊打不过他。咱俩还忙活呢，家们。小迷糊，咱俩他妈轮着来，我他妈也是服了啊！哎呀，这忙活啥呀？我都不好意思拍呀，真他妈服了，在直播间咋拍呀？他俩轮着来，完了，说我就趴下了，趴下了，三位开始揍他了啊！你给我站起来，来，站起来，站起来，你给我站起来，啊，你这，啊，你看，虎妞一坐那，三位就开始怼他，虎妞一坐就开始怼他，没法看啊。没法看，这直播间没法看，操！完了，牛大的认真了，我操，牛大认真了，哎呦我的妈呀，真那么行？你说这就是，哎呀！操！你或者你差点给名人甩出去。感谢榜二哥，榜二大哥啊，是哥还是姐呀？感谢咱榜二啊 ，BVB 零九啊，咱给点关注，谢谢啊。不用送礼物家吗？啊，待会儿不用送礼物了啊。哎，小明没有手雷了，尤其给三文配音。嗯，老大说啥时候开饭呢？啊？谁会在乎我心碎？哎，六狗下播吃饭吧，六狗下播了。真的，我跟你说，我要不制止的话，小明和三元能玩，他俩能忙活一宿，你信不信啊？老大，你信不信家们？三元和小明他俩能忙活一宿，啥也不干，就这样吧，就一直这么忙活一宿。哎，真是的，换班的，四哥发飙了。你要此时此刻呀，家人们啊！你要此时此刻要是给老四放出去，啊！
这还是老大可爱呀，让人省心呢。这小牛累够呛，牛儿。给老师气坏了，你看着吗，家人们？这个老师得气坏，老师老记仇了。你记不记得老师得记仇啊？啊！完了，又他妈开始轮着腐妞了，我操！什么玩意儿？啊！他们仨玩啥呢？他们仨呀？那是不是？哎呀！明天带我哪天带小牛蛋检查一下子，小牛蛋说没做干净啊？啊？小牛蛋的这绝育应该是没做干净，不行咱再重新给牛儿，哎呀，检查检查吧。还有兴趣。真不嫌累呀，不行喝点水吧，不行我先倒点水。你咋教育的这狗？没教育啊，家人们，他们自己的本能，我从来也没教过。我从来也没教，就是他自己的本能啊。他们现在都有事儿干，老铁们。真么服了。这前面目前为止这三个狗大的没有一个是正常的，家人们。腐妞seven小牛没有一个是正常的啊，这狗怎么都这样人呢啊，谁都着急，唯独他妈老四不着急啊，我觉得老爷喜欢看不制止，我没法制止，制止不了，我制止他也这样式的，因为你说我制止吧，家人们，我制止和不制止结局都一样的，那发生不了意外。我也曾经我也制止过，但是也不好使，他控制不住，老铁们，他们能闻着味儿，他们能闻着味儿，他们控制不住。累完了，累完开始吃饭了啊！累了，累了吧，米花，米呼，累了吧，米花，啊，我倒点水喝，渴了吧？我给你们三个狗蛋累够呛。好了，米花，风吹来的伤。石榴呢？石榴，你吃饭都不带好好吃的。来，那给塞的可坏了啊！来，你们三个小迷糊。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对，中场休息。你看腐妞、小迷糊，还有Simon他们仨累坏了，中场休息了啊。家人们，咱家这款狗粮啊，狗粮是179米一袋啊，咱家狗粮。有需要狗粮的好朋友可以拍单，咱家这款狗粮啊，现在是活动价。现在活动价，含肉量3%。哎，这水就应该喝完立马倒了，立马倒了它。每次都是啊，家人们啊，每次喝完水之后，把这卫生间整的哪哪都是水。就是每次家人们直播的时候，我都去擦卫生间去。就喝完之后，这水以后就立马倒了它。你们整的湿了光叽的，整的屋里的可滑了。滑倒了吧，
最优秀的狗狗主播。我不能说是最优秀的狗狗主播，家人们啊，只能说是，家人们，我吧，我哪点也不优秀，哪点也不优秀。你要说我优秀，我都不知道，我都不知道我到底哪儿好。咱家自己家的狗狗打仗，我都整不了。这俩小狗蛋子，家人们，如果要是 seven 的孩子或者老大的孩子，像咱们之前，家人们，这帮小狗蛋总出来玩，对，家人们，咱俩养这么多年狗了，就 seven 生的那几窝孩子，家人们，小明、小石头生的那几窝孩子，以前也总出来玩，对，家人们，小石头生那些孩子，小的时候不也出来玩吗？从来不打仗，知道吧？你说这两年，家人们，不是咬这个就咬那个，我都不敢放出来了，我都不敢放出来，我连最基本的狗狗打仗的问题我都解决不了。家人们，你说你们说吧，我这个主播我哪儿好啊？哪儿都不好，哪儿哪儿都做不好。你说我亲家，老铁们，你看人家那个狗训的啊，七号麦啊，妥妥先生，你关注他们家家吗？啊，你看人家那狗训的。啊，那一个比一个听话，那出门嘴里都拎个东西，人家狗出门嘴里都拎个东西，咱家狗出门就拎个大舌头，啊，然后呢，咱家这帮狗吧，一走就是愿意急眼，啊，少吃一口也不行，啊，给谁多吃一口不行，啊。必须急眼，你出来玩，我在笼里关着不行，不愿意不行，我得叫唤啊，给你吃的给他吃的啊，不给他吃的不行，知道吗？咱家这帮狗子吧，真的那心思吧都用在心眼上了，那心思都用在心眼上了，就腐牛大的多吃一口他老婆婆都不愿意，你说家人们，这样事我都整不明白，我都整不懂啊，是不是？腐牛多吃一口，他老婆婆都不愿意呀、啊，家人们，整不了啊，不愿意，真不愿意呀、啊，啊！然后 Sam 吃饭吧 ，Sam 还不让人家吃，然后呢，整那小明迫使小明大的每回吃东西都得把东西往家里头拿，都得往家里拿，那不知道以为家里有媳妇呢。啊，回去把好吃拿回家给媳妇吃，是的，家里谁也没有，就是怕被别人抢，就是怕被别人抢，全用在心眼上了。心眼真多呀！好了，坐好了吧。你是我，他们都不带好好吃饭的。过来，老四，我叫老四去。我单独给老四抢一盘啊，老四来。我叫老四什么？我说老四不在这儿呢。来，三队来，三队来。
给你整一块。老四也不能好好吃。老四啊，老爷给你送饭来了啊，来，好好吃吧。老四啊，好好吃饭，老四快。老四啊，好好吃饭啊。老四啊，你看这脾气真不好，好好吃。啊，四哥，别把盆整翻了。干啥这样对老四？咱这狗发情，家人们，咱这帮小狗发情，知道吧？啊，老四出来他也不好好吃饭。再一个，老四一出来吧，这帮狗大家愿意打仗。咱们能理解不，老铁们？老四出来，他们容易打仗，能理解的话，你们打个能理解，好不好，家们？啊？怎么跟探监似的呢？就是如果要是整不好的话，他们容易干仗。啊？小狗渴了，这帮小狗蛋子，你看，你看。我感觉他们不应该是渴了，吃粮吃多了啊？不能啊，我爸每次都给他们喂水呀，每次都喂可多水了。而且他们吃的粮都是用水泡过的粮。你那肚吃多大了，家们？热的。行了行了，别喝了别喝了啊！再喝肚子就撑炸了啊！这喝肚子撑炸了啊，这不知道你俩好像怀孕了。你说家们，家们他俩这小狗蛋咋这么能吃呢？啊，他俩这小狗蛋咋这么能造呢？你瞅这肚子吃的。都长这么大了，再不送走以后都不认新主人了，不能，不能，家人们。哎，拉不拉住名不虚传，主要不看谁是他妈。跟家们，你说他俩能吃又能喝，跟腐牛有关系啊？啊，完了，等会儿啊，尿了。哎，家们，你说，你说他俩能吃又能喝，跟腐牛有关系啊？啊，老四，你不好好吃饭的，老四啊，那你好好吃你的饭，快，老四吃好的，快，老四。你快好好吃饭，不好吃啊？今天的饭不好吃，老四啊？有关系，基因问题。那你出来吃吧，老四。哎，我看你出来吃不吃啊？老四，我看你出来吃不吃？快，老四来。老四，我看你吃出来吃不吃？出来吃，老四来，一、二、四，老四快好好吃饭。他不吃，你看见吗？
他找石榴找石榴呢啊，找石榴呢，他出来找谁？哎，你说到底谁发情啊，家人们啊？到底谁发情了？我整不明白呢。我看老四的表现啊 ，seven。老四找老大不找腐妞，你说人家奇不奇怪？找小石榴，哎呀，我的妈！老四又想好事儿了，他们现在认识妈妈吗？我敢很确切的跟你说，家人们 ，Seven 肯定知道那是他儿子。啊，家人们，因为 Seven 为什么知道那是他儿子和姑娘呢？家人们，因为 Seven 从来就没离开过他俩。老四和老大是咱们家，老四和老大家嘛啊。Seven 从来没有离开过他这两个，一个姑娘一个儿子。小迷糊也是从来没离开过小石榴。就是从出生那天开始，就咱家这帮狗吧，他就知道。知道吗？他就知道啊，我家儿子一直每天都看着我儿子，每天都看着我儿子，每天都看着，所以他肯定知道。他如果断了，中间断了，就比如说好几个月不见面，他可能就忘了。但是中间没断，但是儿子肯定不知道哪个是他妈。儿子肯定不知道，因为小明小时候不记事，肯定不知道。就喜欢小石榴。老四，老四也不好好说话呢，你看。你是我。咱俩狗粮179啊，家人们，有想买狗粮的好朋友们，咱们可以拍单狗粮啊。吃不了了，要不然今天我倒的还少呢。今天我给的还少呢，家人们都那啥，都食欲不振，今天都不爱吃饭，都没吃了，把腐妞关起来，把腐妞关起来，三文该叫唤了，三文叫唤，哎呀，三文总想跟腐妞咱关一块儿，他俩。你要真给他俩关一块儿吧，那 Simon 和小腐妞，那他俩得忙活一宿。不给他关一块儿吧，他就愿意叫唤。你看着一个一个胖的，我觉得小狗吧，家妈啊，胖点儿，他总比瘦了钢筋的好看。家妈，胖点儿的话健康，这么再吸收好，没有病。对不，家妈？我跟你说，那有病的，没有胖的。家人们，但是胖的他可能有病啊，胖的可能有病，但是呢瘦的家人们啊，长不胖的家人们啊，就是有病的狗他肯定是长不胖的，知道吧。所以人家说嘛，家人们啊，越胖乎的家人们他越健康，他有病的话也是胖给他带来的，但是呢家人们他有别的病的话，是吧？他肯定是长不胖的。他能长得胖，是因为吸收的好，吃的好，吸收的好，心情好，啊，家人们，他才会长肉。狗粮啥时候发货？狗粮明天就能发货，家人们，对不对？明天早上就能发货啊。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不吃了，不吃我下播了啊！不吃快来，快来，快来！不吃我下播了，家人们啊，吃完了，狗实在是吃不完了。他们现在吧，家里狗发情，他们就是食欲不好。今天属实也是比较晚了，家人们啊，感谢家人们啊！三兄弟今天晚上不管是说什么话，从来我不针对人，不针对任何人，知道吗？啊，家人们就针对事儿，
啊，就是我在直播间说的话，家人们谁都不要生气啊，家人们谁也不要生气啊，咱就是说对事儿不对人啊，家人们好不好？啊，感谢大家，感谢家人们啊，大家伙都是为了我们家狗狗好啊，就是对事不对人，家人们啊，拜拜家人们，拜拜，谢谢大家啊，明天见，感谢我小迷糊媳妇，咱给小迷糊媳妇点点关注，一号麦啊，家人们好不好？一号麦小迷糊媳妇啊，大美女一个，理解，谢谢啊，感谢月清宁啊，拜拜家人们，咱们明天见啊，拜拜。